宁府想最后一天战况，先看今早十点的最新数据，然后国府这边捷克处于绝对领先，当前票数已经突破8000万关卡。这里给大家整理了近几天的票数变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国际服这边勘探员依旧处于领先位置，跟第二名的差距从昨晚237万扩大到262万，这是这些天的票数变化。